我今天要就是什么？这个方法来的。只不过我告诉你们，当年呢，我真的是束手无策啊。因为刚刚呢，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刚刚有一户人家奔来，他因为我们窗口很靠近的嘛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他拿个种人家我哋辟邪嗰种剑啊，用一种钱啊，以前嗰种古老很啊，以前一种有个东嗰种古钱啊，他穿成一把剑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挂在哪里？他的客厅。咁啊，我的客厅看到他的客厅，他吃什么？我也看到，他就买单了。他拿一把剑，完全指着我们。对呀，你记得吗？他外档就是把剪，他的窗口跟我的窗口很靠近的。如果他打开窗，我可以看到对面是什么松的进去。为什么我这么逼急了？好生气！他的墙壁的洞，拿着把剪对着我窗口，好像那个窗口这样挂住个洞。我问你了，我每天看到你把剪上进我窗口。你舒服吗？当然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我买了一个八卦咯，买了个八卦挂回去之后，他没有多久他就搬走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搬走，其实我是反击他。今次呢，我的反击更厉害。我有个视频教你们怎么对付人家的噪音嘛，迟一点我会放出来给你们看的视频。真的蛮管用，因为我也是受那种侮辱啊，很干扰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教你挂什么，不是八卦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一个葫芦骨头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们挂在窗口洞，我们看到有点害怕。小孩子看到也是害怕，咁啊，所以嗱，你刚刚遮住，看不到吗？啊，这里就看到了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当对面打麻将、卡拉 OK， 我们关了窗没有用的，他的噪音一定会走过来的。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方法 ，OK， 你打麻将嘛，我就挂上去，挂上我窗口的。我相信这个好过八卦几万倍啊！为什么？他整天24小时打开个窗口，看到个窗口，就看到我那个，你看他恐惧吗？很简单，怎么做呢？其实怎么做没所谓，你喜欢学也可以学，你不喜欢学，你找别的代替也可以，只不过我告诉你好主意。最重要遮住这里，不要给我们看到，我们整天看到很恐怖，要给对面看到，他也干扰我们生活嘛，打麻将，或者消烟卡拉 OK 受不了嘛 ，OK， 我那个东西怎么做呢？就很简单，那个就扎上去，这么巧哈，我的孩子买了，放喺度，我后来看到。啊，蛮好看哦，好笑哦，好，我就用那个 design 来教下你们。为什么我用那种 design 呢？我觉得那个 design 蛮管用，好过你挂八卦几万倍啊！我问你了，哪一个喜欢看到那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了 good idea， 所以我领导他们呢，快点跑掉。你看用不用得着了哈？很简单，怎么做？主要呢，那个一张纸。画上去，加上去。第二呢，就是拿一个塑胶来的，拿一个热的东西烧红一个洞，一个洞，嗱，一个洞。我本来后来也用不着，没所谓。呢度咧，拿点铜线啦、铁线啦，咁样罩住来，拿个衣架，就是这样，吊在你个窗口前边，我们完全看不到，只系对面看到，对不对？好用的绝招嘛，我不怕对你说，有的时候真的你不好说，林平凤你快很夸张啊，我对你说
不是夸不夸张，可能你没有遇到那种麻烦困难，给你自己，你不觉得经不到肉，你不觉得痛了。所以好多时候等到东西发生自己的身上，你就知道那种感受。 你说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靠近，不可能为了对方我们帮不及人。我问你，你帮得几个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现在就是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喜欢，好像我有一家人，他有烧元宝啦，有装箱啦，去外面客厅，因为我们住一座好像一个四户人家门对门的，咁啊，我们虽然嗰条走廊很大，但是咧，好像都系隧道者。我问你啦，如果个烟啊，他常常烧元宝，烧出个元宝出来，啲烟，我关你门没有用噶，啲风一吹，啲烟全部用一门嘅蜡裂缝，全部飘进来，本来睡着了嘅，立刻睡不到啦。第二咧，咁呢个人就无理取闹，弄我东西，弄烂我东西，还有教我给人家，他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几年都可以，我没有发觉吗？当我对面个家人搬走了咗之后，我说有谁呢？肯定是他啦，他又搞我东西，丢我了我东西，又架交我，所以变成。你们没有遇过那个问题，你没有遇到那种咁啊没有人性的人，所以我常常说，人最重，天最看。所以我们做的东西，不是因为嫌那个麻烦，这个麻烦，到头来麻烦就是我们。我问你，好多东西你猜，我认真说，如果。好多人说啊，你奔啊，你奔啊，对我可以奔。如果我倒霉起来，奔去哪里都遇到那种衰人，我问你了，你奔得几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解决问题的最后的方法，不用逃避。好像我说话一样，好多人都取笑我，取笑我，你说得不好，不用说。我问你了，全世界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动我。我广东话也说得不好，所以变成我也告诉自己不用怕别人笑，因为人家笑只不过人家觉得比我厉害，给我 number one 瞧不起我，没所谓，我养他，我咪住后面，没所谓的。总之好像我有一个视频者，他告诉我你的华语说得不好，说得我哎呀笑得肚子痛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对呀，这种肚子痛啊没关系，为什么好过做哑巴嘛，对不对？OK， 我就谢谢你了，拜拜。